我们就是凡夫，我们就是凡夫，我们怎么能超越人力的那种那种局限性的？但天才是另一码事，生下来就那样，那他有多天多厚的条件嘛？也没什么，天才都早夭，也不需要羡慕，都死得快。天才呀、啊，他懂事早嘛？你以为他是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他就是他迅速的掌握了很多东西。他早，其实没有笨的人，笨的人只不过是慢，学的慢嘛。现在就是反应早嘛。你三十岁的思想，他十岁就搞定了，他变成了天才嘛。他十岁能学会你三十岁学会的东西，他就变成了天才，他就早死了嘛。用完了吗？这只是一个说法，也不一定。你看笨蛋傻一点的都活得还傻傻的，都寿命百岁。哎，古时候那些天才也活得很天才。我觉得现在天才早夭的是，也是这个世界所幸啊。以前你学习可好了，以前你是天才啊，怕早夭所以变笨蛋了。你这挺聪明的，是吧？你蛮聪明的。全考第一。没有高低，没有，不要定最高或者最低，就要修修修息，不能定初修或者最后涅槃境界，它是一样的，最高跟最低最后吻合在一个点上。就说你可以定义它不是传统的，或者不是，你可以定义它的类别，但没有高低，用平和，对，用平和心你去接纳的话，你只是说哦，这个我不爱听，这个爱听，但是这个确实是表达了更完美的意思，这就是这个但表达的不够清晰、浑浊，或者是它根本就没表达出什么，你可能只要评论它，但在你的心中它是一样的。就像黄河流动，这块是清晰的，这块是浑浊，难道它不是黄河吗？空性的同一表现，爱的同样的表现。以前会排斥的。一定要涵盖这些东西，全部涵盖在，你才能成为大家。对，这个包括我就也可以啊。但那个不是宽容，那个不是说是我接纳就是个宽容，谢谢。不是宽容，对对。因为他本来就是那样，是不知道是。你做音乐挺好的，其实你很适合做音乐。是吗？你的耳，你的听力跟你的头脑，就是说蛮敏感的，你的听力。对，我的耳朵很敏感。你能听出东西来，而且你会迅速的去用灵性的东西去分辨它。你是做音乐的料，这就是做音乐。是真的。谢谢。但是要突破自我。有突破自我的习气上的，或者是有时候突破自我是一种放下，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很苦，或者是自己很累很疲惫，但是突然去做了一些东西，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那个时候一下子就突破了。如果没有一次突，没有一次把自己扔到一边的那种感觉的话，你突不破。就是有一次也不是为了什么，但是把自己扔了，就是哎算了，这个是不要了，就是把自己不要了，自己的所有觉受情感所有的东西通通抛弃，就是不要了，就没有什么理由说这世界上所有的理由所有的什么说法说教通通扔掉，不要了，然后就做，不再恐惧，没有顾虑，就是那样，然后去做，就做完，哪怕真的是我做完这一个，后边就有个枪啪就死掉了，就做了，就这样子，得有那种魄力。我觉得就是一把枪打着你，顶着你，你做了马上就死，就做了。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不管是任何一个大家，承得到大家的，我觉得都能有那种魄力。其实修行也到最后都跑一样的，你要成功啊，真的是。这就叫释迦牟尼，到最后他在菩提树下做的也是，哎，这次要成不了死掉算了，也得法缘法师，那么久修了，成不了嘛，成不了道，说这次要成不了，我就不起坐了，我也就算了，跟这个世界拜拜了，修不成了，说我不起此坐，就发了重誓嘛，坐下来，
49层道，读明心悟道一样的，任何事情死了算了，就是我要再成为了死掉算了。你看看要做成一件事在娑婆世界多难，连佛陀都得发下重誓才能成道，你想我们哪能轻轻松松成功？不管你想成为什么，只要你想超越，超越再做成一流的，做成大家都得放下自我的东西，什么难啊、矫情啊那些东西，通通扔到恒，扔到不能说恒河去了，黄河去吧，恒河太远，在印度呢，你就扔到黄河、长江去吧。你想成为一流的设计师、一流的艺术家、音乐家，说自我的那些东西，哎呀，免谈了，谁不会痛呢？谁不会伤心呢？谁不会失落呢？是不是？谁不会得病呢？谁不会苦？谁不会难？都会。你想成功呢，那还都会，那些矫情根本想都不会想。以后有机会在这边，我们一起来玩音乐。好呀，玩音乐。一起玩音乐好。以后来这边成道啊。是白师兄说来这边玩音乐，我说来这边成道。成了道玩音乐。音乐里面也能成道。成道没问题的，但要先成道，然后玩音乐才玩的自在，他这个，不然玩玩就玩进去了。到现在，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工具。嗯。它是一个工具。嗯。就没有说像以前那么样，就是我必须得怎样怎样怎样。坚持去做每一件事情。坚持就会有收获，只要坚持。那坚持是最难的，因为激情很难保证，疲惫啊，各种逆缘都会出现。但坚持蛮难，坚持因为意识蛮难，真的是，坚持一定会有。原因。适合被我取的名字。眼睛很清澈啊。原因。嗯，原因很好听。真是聪明。做音乐肯定不错，是能坚持多久？诱惑太多了。诱惑，嗯，有很多难吗？将来成家立业，或者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或者就像就改行了，要做白事情。但是能够至死不渝的去坚持自己的音乐，或者是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的，蛮难的。嗯，但是我觉得你要走下去，会创作出最少有一两首很有名的曲子。我也相信。嗯。就够了，有一两首就够。就是会流传的，嗯，就知道。嗯，但是又怎么样？对，是啊，还是一些具有灵魂性的音。说的容易。说的确实。佛教音乐很难做的，有的人一生就是一首音乐，我可以说，但是也做出来的东西就一件作品。